你干嘛？我要走了，这个走，这个走。哎呦，你不要不要拽我，妈妈，我走了。哎呀，妈妈哎。现在去送爷爷上学，正好把送奶奶家的菜带你给婆婆送过去。已经到了婆婆家了，老妈哎。喂，你何咋回来的？我昨天晚上回来了，把奶奶菜给你。哦，还就来俩吊菜啊？嗯，带了不少菜。哎呦，现在是在三十斤。就是你平时也很少买菜，叫你菜带的多，特地带过来的。哎呦，那。我阿姨上学去了，你昨天是不是到家里去了？我家里打扫了，我阿姨还以为进贼了，这里搞那么干净。哎呦，呀啦，你那个，回来我就找不见去，把你看去。搞得好干净哦，家里收拾好干净哦，比平时搞干净多了。老妈，你在干嘛哦？我在割菜了呀嘞。哎，不在这吃，老妈，你不要搞这，不在这吃，老妈。这我想带不带吃饭嘛？带我王爷，我要接王爷，王爷他待会在这来吃，他肯定是。这脚也不睡觉，下午他要在学校打瞌睡，不行，老妈哎。那我给你带着，你带着，你也不进来吃个饭嘛。我先去外院，我待会就走了，去外院。家里饭都煮好了，我先在家搞牙，跟你不着。我先走了，老妈哎，我先走了，这么在这吃，老妈哎，我先走了。你帮，你待着，待着。不是，我要带饭去给。不要，老妈哎。那个，你不要，我也不会手，就手在。那不要，老妈，你平时在家吃的也在家吃的，然后在家拿着，不要，你在那久不要，我还真不好意思呀嘞。我现在工资不算，我也不能带阿妹，你过两个伢也不行呐，那个。你也累哦，你天天晚上开店都开到半夜，你搁这钱都不吃生活，不要给我们的，我们自己有钱自己搞。我不就为了两个伢嘛，你一个人带两个伢不行呐，伢嘞，才一个人拿工资哦。一个的还不用揉，哎，老妈，你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天天你给的，你不收着我才不好意思嘞。今天我都亏待你了，亏待你了。没有，没有。那你奶奶都带生的，我也不但是带你呀了，你不但特地帮你带伢的。嗯，那老妈先忙，我先走了。老妈，我走了啊。你走了。啊，走了，嗯。爷爷，嗯，我们今天去奶奶家吃饭好不好？大家好，我是米米的妈。刚刚呢，在婆婆家送了一点菜去，婆婆呢非要留着我在吃饭，我没在吃，婆婆也给了一些零花钱，说给孩子买奶粉喝。我很庆幸啊，有这样的好公公、好婆婆，以后他们老了，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们。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见。你怎么把小白家的钱给花了？明天退了去。行哥，过来过来。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过来啊。是，坐坐，快呀！噔噔噔噔，这什么？手机呀、啊！你不是有手机吗？你干嘛又买手机啊？你哪来钱、啊？小孩的压岁钱。压岁钱你买手机？我到底怎么想的？我前段时间不是看你手机没了吗？砸坏了吗？特意给你买个手机。给我买的？那也不行啊，这太好了！你买的不跟我商量呢？我打你的手机半天也没反应，手机也没电了。你都反过来怪我了，我不是说怪你，我这不是也心疼钱吗？你把小孩压岁钱用了，你怎么补？我自然会有办法的。你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挣钱，小孩现在也不喝母乳，我挣的钱只够家里开支跟你那个小孩那喝奶粉。我前几天看到表姐他们做手工了，我要准备领一点回来做。手工你知道那是什么钱吗？功夫钱，你有功夫吗？你有时间吗？我到时候晚上少睡一点不就行了？少睡一点，你到时候身体搞垮了哦，两个小孩谁照顾啊？啊，身体搞垮了进医院了，医药费不要钱，住院费不要钱。哎，哪有那么容易垮、啊？那你退了。这个怎么退啊？又没有治疗问题，怎么退啊？那就卖了。卖了，卖了就亏大了，成二手的了。不卖也是亏啊，这个东西啊。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保保险了。你在干嘛呀？啊，没干嘛，我看一下。不是说不要吗？看一下能不能退。还真是得了便宜卖乖，还能退呢。赶紧睡觉去哦。知道了，你去吧。我是要睡了，待会牙要醒了，自己慢慢搞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妈，两个小孩都已经睡着了。今天花了大手笔给我老公买了一个手机，以为他会被感动到的，结果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骂了一顿，你们说我冤不冤？哎，气得我晚上都睡不着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见。什么东西烧焦了？
我天哪，不会家里着火了吧？你在干嘛呀？哎，你怎么起来了？做早饭呢？你没吃过早饭，怎么好在这干嘛？不是，我想着你晚上不是带娃辛苦吗？然后给你分担一点。我天哪，难怪我在房里睡着就一股糊味，吓死我了！我这里着火呢。做糊掉了。你干嘛？哎，是不是有点发烧了？也没有，你睡下去，睡下去，吃早饭去。嗯。我去给小孩问你，你吃早饭吗？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来，我自己刷。我来。不要你刷哦，你刷干嘛？不用刷，自己刷不干净，你没刷过，那我来刷哦，我来刷哦。去。明明今天晒到太阳了吧？好暖和。嗯。哇，讲话。嗯。乖乖，今天家里拖这么干净啊？新哥，你早上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什么了？是不是做什么错事了？没有啊。没有，你这行为太反常了。没有啊。你是欠钱了还是晚贷了？都没有，想啥呢？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呢？爱情不行。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妈。今天早上呢，一起来了我老公就在做早餐，我以为是家里着火了，虽然让我老公把早餐做糊了，但是他这种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见。你这干嘛呀？你到底是凡人还是凡贼呀？星哥，你在这干嘛呀？啊，没干嘛。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监控，监控呗，监控干嘛？明明房间监控坏了吗？没有坏啊。没有坏，你们俩干嘛呀？我装客厅啊。我天哪，客厅装什么监控哦？你真是浪费钱，搞笑。这也不要多少钱。不要多少钱，客厅也不必要装监控啊。这里不有监控吗？明明房间有监控，门口有监控，还要监控吗？我知道啊，但是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客厅啊。客厅如果有人有小偷什么进来的话，它会记录啊。你到底是凡人还是凡贼哦？啊，凡人呢？你前两天不是说家里进贼了吗？然后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嘛，我家里现在装个监控还稍微安全一点嘛。那麻烦你以后买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买监控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没必要了，就放在客厅装。再说了，家里面进贼，在客厅能偷什么？什么电视啊、电脑啊，不都有东西？什么首饰，什么东西？我们。在家进贼也不可能，进贼也就那一天，肯定进贼也就能发现，在门里不就能看到了吗？你要在客厅装干嘛呢？非说在客厅能看清楚一点吗？在你客厅里偷吗？也不是啊，你看艳艳前两天把钥匙搞丢了，我当时找了好久才找到的。找了好久不还是艳艳跟你说的？对呀、啊，你要有监控，你又不知道哪天丢的，你能找到吗？你一直翻吗？你从哪里开始翻哦？你不还是很希望很渺茫？那我装一个最起码比不装好吧，对不对？装一个最起码说家里什么丢什么东西还能看到吧。真的话家里到处都是监控，我们不觉得家里面感觉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吗？有什么人身自由？我平时也不看着你，我就是说家里丢东西我才会看一下。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那你怎么自己不在自己的房间装一个监控啊？你睡觉那么死，你看看你为什么睡觉那么死啊？你自己装个监控看看呗。我房间装什么监控啊？我客厅装监控我还能记录什么小孩有时候抓拍什么瞬间还能记录一下。你不懂，跟你说你不懂，是不懂。我就是感觉没必要。你看家里亲戚朋友，哪个人家里装这么多监控？你说门铃嘛，那是有监控很正常，对吧？那房间，我们米米家房间装了一个监控，都已经说人家都说，哎呀，你们房间还装监控？我们客厅装监控，人家说我天哪，都不敢去你家了，人家到处都被监视了一样。这个很正常，好吧？你自己去看抖音，人家就经常发了一些什么家庭的那些。好了，不要跟都是监控出来的，那不要跟抖音上比。那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几家装了这么多监控呢？我们家也不是什么豪门家庭，也需要监控什么东西。并不是说豪门家庭才装，人家普通老百姓的很多啊。好了，我不跟你讲这些事情了。大家好，我是米的妈妈，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家呢，从这个地方一进门就是一个监控。这是米米的房间，我觉得在这里装个摄像头还是合理的，这样可以看到米米的动态。再带你们看一下，现在啊，我老公在这个客厅这个位置又安装了一个监控，你们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见。